东城大家最爱戴的保姆Henry 来跟大家讲讲话，我们欢迎 TTG Henry。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天非常高兴呢，能来参加东城市六周年的寿辰典礼。我跟 CB 这个一样，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不只是今天高兴呢，其实我每一次到东城福仁社参加活动都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让我年轻了。东城福仁社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刚刚 CB 这个拿了我们首次创设的那一个社刊出来，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这个金华的那个金华院，故宫金华院当时我是演这个装扮成这个梅林大法师啊。那我们的 CB 杰克呢，他是演亚瑟王时钟剑呢。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亚瑟王的活力呢，把它整个都发挥了。所以你看看，我们 CB 杰克从一个东城社，把东北社的一个刚入社的社友，到今天我们 CB 杰克刚刚上台演讲呢，你看他的演讲多么好，台风多么稳健的，这个就是我们福仁社非常好的一个可以教育跟这个大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一个地方。那东城福仁社当然在历届的社长的这个立心经营之下呢，慢慢的成长，不就像 CB 这个讲的，我们是一步一脚印，我们也不求快，稳扎稳打，尤其今年的。